夏侯雪元神你可以带走，阁主。不过，你必须娶夏侯雪为妻，并守护她三次渡劫，擅闯罗峰阁，你可知是重罪？九天之上，谁能拦我？龙王大人，千年龙王，你不去修雷劫飞升真龙，来我罗峰阁要夏侯雪的元神做什么？把夏侯雪的元神交出来，否则踏平你罗峰阁。夏侯雪元神你可以带走，阁主。不过我也要依天条律法办事。说。你必须娶夏侯雪为妻，并守护她三次渡劫，才有资格带走她。我断不可能守护夏侯雪三劫，更不想娶她为妻。天上人间，别无他法。渡龙天劫，千年一遇，龙王三思啊。夏侯雪和刘盈虽未同生，必将同死，对吗？从何而知？我在问你。没错。那我直接将此月从蒙氏塔中取出来。蒙氏塔乃上古女娲所铸，莫要说你我，就是天地也不能更改。那我就自己动手找。他的元神已化为蚂蚁藏起，无论是谁，纵使有千手千眼也无法找到他。所以我只能答应。龙王，你若执意放弃渡龙天劫，将要再等千年。守护夏侯雪，渡过三劫。